大家好，今天我向你介绍一个名为的 Android 应用程序科威特地标。我们提供多种语言的免费 Android 应用程序。我们的应用程序旨在以最简单的方式指导所有来到科威特的人。该应用程序包括许多部分。该应用程序涵盖了科威特大部分著名的地方、旧的和新的地方。选择你的语言，享受我们的应用程序，并与你的朋友分享。立即从视频下方和屏幕上的链接免费下载我们的 Android 应用程序。